到巴金堡，星塔先生。这是我的荣幸，能来到这里。如果你能在演唱会开始前陪我喝下午茶，我会很开心的。酷哎！好奇怪，洛克怎么还不来？公主，我找过他的更衣室，也在城堡找了一遍，就是找不到他的人呢。洛克星塔失踪了。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汪汪队，看到你们太高兴了。公主你好，我们已经尽快赶来了。灰灰，你跟我负责搜索城堡内部，天天你去外面找，行动吧。收到，莱德。知道了。你们永远找不到他的，我会一个人抢进风头。他不在这面墙后面，继续找。天天发现陆克了吗？我也发现了，好像是帽子，帽子卡在东塔楼的窗户上。做得好，天天。连接东塔楼的内墙应该就是在这里，灰灰，扫描这面墙看看。哇，是一部隐藏的电梯，是陆克，他在上面的房间。做得好，灰灰。小丽、天天，跟我们在城堡外汇合。我马上就去，莱德。攻城用弓爪。我的幸运帽，谢谢汪汪队，你们救了我。嗨，各位，天天拿走我的手机，把我关在这里。不过至少你没事，我们现在送你去演唱会。各位先生女士，陆克星塔。Hello， 八金宝。公主，很抱歉我来晚了。陆克。谢谢你们送的面包，拜拜。我一定是一直想着面包，所以才会闻到面包的香味。怎么回事啊？小心，他往这里来了。天天，这里有一群牛在驾驶飞天农舍，麻烦你快点驾驶直升机过来。狗狗要飞上天了。莱德，我看到飞天农舍了。天天，你能叫那些牛让农舍落地吗？这里还有爱吃面包的海鸥，走开，走开！飞天娜，你在往下掉了。我们必须准备好等他们紧急降落。阿奇，麻烦你去净空街道。灰灰，安排一条降落跑道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做得好，狗狗们。准备喽，天天，轻轻地把它放下来。完蛋了！耶！耶！做得好啊！真是太棒了！哇哇，莱德，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跟狗狗们，这是我见过最英勇的一次救援。不用客气，农夫艾尔，要是又有超大面包让你的农舍飞走，就大声呼救。我是在做梦吗？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旅游玩家崔维斯的气球破了洞，它降落在南极洲的某个地方。猪猪，我要你驾驶铲雪车在地面搜寻崔维斯跟他的气球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修好崔维斯的气球。啊，绿色代表走。莱德，找到崔维斯的气球了。做得好，猪猪，我们跟你过去。是他的气球没错，但是崔维斯在哪里？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线索。莱德，我找到企鹅的脚印，崔维斯的足迹，他们一定是往那边走了。脚印只通到那个洞穴，崔维斯一定在里面。崔维斯，我本来想用铲雪车救你出去，可是我没办法再靠过去，我的车太重了。啊，浇水，很好，洞已经补起来了。
莱德，我在洞穴找到翠维斯了。可是要用我的铲雪车救出来，太危险了。救援马上就到。小丽，我们需要你用盘旋板帮忙救翠维斯。小丽往前冲。放心吧，小企鹅，我会救你们的。跟我来。翠维斯，你没事吗？抓住我的板子，抓紧。做得好，果果们。像新的一样。谢了，灰灰。抱歉，崔维斯，我把你的地图拿去补破洞了。不用担心，那我就靠探险家敏锐的直觉找到路吧。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。谢谢你们帮忙，汪汪队。海洋巡逻船，我们来了！啊！现在开走这艘最棒的船。我先找一下发动的按钮。二。你去把那只机器流浪狗关在底下。偷渡的狗狗已经关起来了。现在哪一个按钮才是？这是见鬼了！我们在动啊！找到海洋巡逻船了吗？还没，莱德，我还把毛毛弄丢了。糟糕，我来联络他吧。莱德，呼叫毛毛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吗？没有回应。也许他没听到狗牌在响。啊，这个狗牌放在新的藏宝箱刚刚好。哟呵、啊！机器狗，好喂！你听我说，你躲到木头后面，然后我去剑桥，像上次那样耍宝装笨拙，把席德引开。慢点走，你在做什么？水枪启动，水啦！我没有办法关掉我的水枪。啊，那我来关。是海洋巡逻船，现在可以上去了，抓紧哦，我们要全速前进。给我把水枪关掉。太扯了吧！齐德史瓦西巴克，我们要拿回我们的船。莱德，看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莱德队长，威力狗已经可以超威行动了。太棒了，狗狗们！因为这一次的救援会非常刺激。有人把灯塔改造成火箭船，现在灯塔要飞上太空。更糟的是，阿宝船长受困在里面。天哪！我们必须把灯塔跟阿宝船长安全的救下来。威力天天，灯塔以很快的速度上升，所以我要你用旋风力让灯塔侧躺。还有威力小力，我要你用超强力气让超威喷射机的牵引光束变得更强。我们得把那个飞天灯塔带到地面上。威力狗要出动喽！好了，莱德，灯塔不会再往外太空飞过去了。抓到了！做得好，威力狗。我不知道我还能抓住它多久。哦，路马，灰灰，你们开着漂浮车到海上跟我们会合。灰灰，路马，现在该电光变身了。我可以看到大海的底部哎！哦，找到了，他往那边去了。路马，去拦下灯塔。我们要撞上那只海阔鱼了。然后，好哎！像新的一样。哇哦，看到你我也觉得很幸运，法兰索瓦，谢谢你们救了我跟我的家，汪汪队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亚丽被困在河里的水坝，完蛋，而且水坝让鲑鱼没有办法游到大海。我们不能拆掉水坝，因为那是河里的家，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，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还有小丽，
小丽往前冲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快看，小芝芝，汪汪队来了！天天，把雅丽跟小芝芝调到安全的地方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小丽，开始沿着这条河挖一条沟渠，这样水还有鲑鱼就能流过去了。马上去！好，天天，小丽，沟渠挖得怎么样了？有点慢，快看！哦，那群鲑鱼数量真的是太多了，我们要帮助他们通过那个巨大的水坝。抱歉，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挖好沟渠。没关系，小丽，没有人能料到鱼群这么快就到了。要是那一堆木头可以稍微低一点，那鲑鱼就可以跳过去了。或是跳高一点，快过来搭乘有趣的飞行之旅，我的小鱼朋友们！太棒了，好酷啊！耶！要是我们下次又碰到了河里打造的障碍物，那么这个超妙的抛鱼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哈哈，谢了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阿宝船长。要是你的鲑鱼又被困住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，谢天谢地你们来了，我到处找不到孩子们，会找到的。这个风向带可以指出风吹的方向，只要我们知道风的方向，路马就能用航行技巧追踪失踪的孩子。设定航向，走那边。我们中招了！糟糕，风帆！大家快抓紧风帆！你抓紧我，姑姑耳机。我们要怎么下去？我不知道。莱德，我找到撞毁的船，船员在那里。哇，他们怎么上去的？要怎么救他们下来？好了，茱莉亚，先来吧。我知道咕咕鸡，我也有一点害怕，不过没事的。莱德，风已经转强，石柱摇晃得更厉害了。你说的对，天天，先把直升机开走。滑索，准备好帅帅的滑下去了吗？咕咕鸡等不及了，我也是。莱德，谢谢你把大家平安的带回来。只要有路上海盗在沙漠海迷路了，就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雅丽跟波特先生在丛林深处的迷宫里迷路了，救命啊！还好雅丽画的通往迷宫的地图，让小曼送过来给我们。小克，我要你开吉普车，用超强听力找到他们。还有阿奇，我要你用无人机搜索茂盛的丛林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大象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，引擎声，是汪汪队来了！救命！要喊大声点，也许大象宝宝可以帮忙。Listen， 快听！真是奇怪，我听到一只大象宝宝，还有另外两个声音，听起来像在学大象叫。我们得过去看看。好喂，找到迷宫了。汪汪队会听到我们学大象的叫声吗？我听到雅丽了。好喂，去找他们吧。爷爷，那是阿奇的无人机。我们得救了，得救了。我看到了，汪汪队在这里。小克，你能把雅丽拉出来吗？钢索。Thank you.
你的车开到迷宫，脚力往前冲。有人需要接送服务吗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！太好了，波特先生跟雅丽因为在暖暖坡岛上发生下雪的紧急状况。下雪在热带岛屿上吗？是的，波特先生跟雅丽被大雪困在山顶上，得找到他们，带他们下来。机器狗就在猪猪的铲雪车，然后前往暖暖坡岛。爷爷，你做的雪鞋好酷哦！我们要玩什么呢？我们来玩往下走去沙滩，那里是空旷的地方。汪汪队一定能在那里找到我们。好哎，我先走。爷爷，你看，我在滑雪了。小心点，雅丽。妈呀！拜拜喽，大鳄鱼。雅丽，我们得慢一点。我没办法啦，好好玩哦。惨了，我们的前面有悬崖！不停视线。莱德，我看到雅丽跟波特先生往山下滑，可是看起来他们往大悬崖冲过去了。猪猪，把你的铲雪车开到悬崖底下，做一个超大的雪链，快点！没问题。又软又舒服，时间正好。你们没事吧？好好玩哦，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吗？我先送你们去又暖又舒服的空中巡逻车吧。这次的冰雪露营最好玩了。这要感谢你跟汪汪队，莱德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怪天气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古威市长。莱德，紧急事件，古古街的雕像消失不见了。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。若是知道偷雕像的人往哪边走，可能会有帮助。阿奇，用热视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我发现脚印了，到人孔盖那里就没了。阿奇，派你的无人机下去，看看能在地下道找到什么。发射！雕像就在那里，好威！为什么雕像在动呢？汉蒂娜市长，我该想到的。我不记得有邀请汪汪队参加我的带走雕像派对。汉蒂娜市长把无人机的摄影机打掉了，我们只好用别的方法去追他了。什么事，莱德兄弟？汉蒂娜市长把咕咕鸡雕像带走，他想带着雕像从冒险湾底下的地道逃走。你开气垫船到涵洞跟我碰面。莱德，你看，该洗蓬蓬了。慢着，水流太强了，我们会被冲出去，冲到海湾外的。沿着地下道就能回到无敌室了。什么？啊！竟然有鳄鱼！冒龙车，马上倒退！阿奇，天天，我要你们准备好接住他们。现在放弃冒龙车！网子。真是太丢脸了！做得好，汪汪队！记得翅膀后面也要刷，是你害翅膀变得那么脏的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温娜家新来的袋鼠跳跳在镇上到处乱跳，他还把雅丽弹飞到摩天轮上面。这也跳太高了吧！现在跳跳不见了。毛毛，我要你用梯子帮忙把雅丽救下来。还有阿奇，我要你运用侦探技巧找到失踪的袋鼠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毛毛，你知道怎么做？阿奇，出发去找失踪的袋鼠。快点，毛毛，我的裤子有点……就来啦！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毛毛。他在那里。扩音机。
好像在找什么、哎咕咕鸡，咕咕鸡在这里的话，那巧巧一定是跟着古威市长去峡谷了。古威市长，发生重大的紧急事件了！天天、灰灰，我要你们马上赶来绝美峡谷，马上去，知道了。天哪！天天用钩子抓住他们。你们知道有一群野兔跑来我们的复活节庆祝活动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。我要你用弹弓抛出点心，把到处乱跑的小兔子引进这个笼子里。绿色代表开始行动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那不是鸭子，快看，朱莉斯，是只小兔子耶！让我来吧。小兔子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很想吃好吃的红萝卜吧？抓到了，谢谢灰灰。东哥，快看，还有一只兔子，小胡须在摩天轮的顶端。天天，我们需要你驾驶直升机带篮子来摩天轮，小胡须有麻烦了。狗狗要飞上天喽。我现在看到小胡须了，拜托小心点，他很容易受惊吓。大家听好，千万不要动。啊，篮子，要慢慢的，稳稳的。好了，小兄弟，现在跳进篮子里，轻轻的跳哦。哦，好位，换我做了。不好了，小兔子不会飞。但是还好狗狗会，接得太好了，天天，他成功了，谢谢你们拯救了庆祝活动，特别是救了那些又萌又可爱的小兔子。只要小兔子又遇到麻烦，就跳跳跳呼救。现在大家一起为猫咪救援大队欢呼吧！你只要遇到任何困难，就喵喵请求支援。什么猫咪大队？反正冒险湾也需要更多帮手。你不用担心，阿奇。冒险湾的居民最喜欢的永远是汪汪队。以后就不是了，因为我的猫咪们会一直出现。谢了，莱德。食物碎屑就是一直掉在我的庭院。莱德，屋顶上有一只猫咪在乱丢食物。怎么可能会是猫咪啊，真是！哇哦！我就知道，海妮娜市长，是你自导自演，假装需要救援，对不对？小猫咪们，我们走。拜拜。走，走开。啊，我看不见啦。讨厌的海鸥！海妮娜市长，你没事吧？小猫咪们，快救我！我要请求协助！喵！我想他们现在救不了你。天天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援钓具，马上来。谢谢了，汪汪队，你们又再次救了我跟猫咪大队。不用客气，海妮娜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喵喵请求协助。可是如果这招没用，就大声呼救。你是在搞笑吗？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古威市长在追逃跑的仓鼠古须须市长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困在水泥里。仓鼠市长吗？哦，古
我们要救出人类市长，还要在仓鼠惹上麻烦之前拯救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小丽。小丽往前冲！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汪汪队，谢天谢地，拜托救我离开这里。你放心，市长，小丽知道怎么做。啊，手提电钻。谢小丽，哦，可是那个胡须是市长呢。我跟阿奇会找到他。你有看到他往哪边吗？他滚向那边了。糟糕，他往水那边过去了。我去救他。啊？我没看到他。你们看，是金鱼宝宝。胡须是市长在金鱼身上。木马，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来救啮齿动物。开始行动吧。我到了，莱德，在金鱼肚子的正下方。太好了，你等我的信号。木马，预备喽，动手。好了，兄弟，来搔痒痒喽。爪子，痒痒痒痒痒痒。他过来了，小丽，接住他。我来接，我来接。我接到了。哦，你接到他了，谢谢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，要是班级宠物又失踪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我的计划非常的顺利。冒险湾的居民们，注意听好，在这个能量圆顶里面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人可以进出这里。我们需要汪汪队。狗狗们，模仿猫就在圆顶上的某个地方，现在该进入盘旋模式了。我到处都找不到它。一定是进去里面了，那上面一定有个隐藏门。我找到进去的入口了，就在水旁边。露马，毛毛，该电光变身了。我在圆顶里了，莱德，我已经看到模仿猫了。我先闪了。我紧紧地盯住他了，来个华丽的逃脱吧！他在那里，我看到门了。来电光变身吧，边破坏边摇滚吧！非常感激你们把我们从可怕的模仿猫手里救出来。只要你被困在超大圆顶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欢迎各位选手来到冒险湾赏鸟比赛。我要蹑手蹑脚，偷偷地靠近漂亮的鸟，然后按下相机。就位，预备，开始。是蓝腹佛法僧。哇，有鸟窝，拍到一窝刚长毛的小鸟肯定是个发现。现在只要把取材的照片传给古威市长。我只好打给汪汪队。我就在这上面，汪汪队，我们马上救你下来，让你继续赏鸟比赛。梯子，好了，阿宝船长，爬下来。我的脚趾头够不到了，我帮你。我没事，鸟妈妈也没事。鸟窝，我们会处理的，船长，下来吧。乖乖，
我们要帮小鸟找一个新的鸟窝。别丢掉，再利用。没事了，小小鸟，我有个舒服的新鸟窝给你们。做得好，灰灰，现在把鸟窝搬去安全的地方。那你可以。抓紧了，灰灰。我们到了，小小鸟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一定是蓝腹佛法僧在说谢谢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有蜂窝摔坏了，蜂后飞出去把水坑旁的大象给吓跑了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，我要你去寻找大象，我怕他们会碰上麻烦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呼叫天天，有发现吗？有，看到他们了。不行，小可爱，不要进去那里。莱德，大象全都跑进神庙里了。各位，我们快点赶去神庙。阿奇跟小克进去神庙，带那些大象出来。马上去，莱德。地道被堵住了。我们马上到，小克、小丽、毛毛，准备好出动了。我们帮助大象离开这里吧。小克，我们要把你的钢索勾在那块石板跟汪汪巡逻车的拖钩上。没问题，莱德。啊，钢索。现在让我们的大朋友站上石板吧。毛毛，现在用水冲地道的地板。机器狗，巡逻车打到倒退档，开始后退。哇，真是好险！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汪汪队，不客气。要是你又需要移动大动物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，因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干个东西。我们的太空猴高地队长偏离航道，我们必须帮助高地队长安全降落，所以我需要汪汪队狗狗很快的搭好降落台。所以这次是终极工程救援任务，交给我们，包在我们身上。我需要建筑高手来带领团队，小丽，还有他的终极工程车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糟糕，高地会降落在这里，但是没有地方架降落台，这里太窄了。哦，竟然不够宽。那就往上。我们要干什么，小丽？相信我，跟着我的指示做就好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旧的降落台拆了，别丢掉，再利用。露玛，在这里钻蜘蛛的洞。莱德还有阿奇，把柱子放到洞里面吧。我看到太空船了，大家动作快一点，高地队长就看我们了。小丽，这是史上最酷的降落台，小丽的快速螺旋溜滑梯，它来了。哇，莱德，听到请回答。高地队长还好吗？他降落了，平安无事。谢谢莱德，你化解了危机。应该要谢谢小丽才对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温纳先生的漂浮舞池飘得太高了，现在要靠我们救大家下来。既然有很大的漂浮舞池，我会需要全员出动。遵命，就这么办，没问题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我们要让舞池保持平衡，各位，撑住。
我们来帮忙。大家不要慌张，我还有几个绝招没有使用呢。啊，这个不是我的绝招。既然我赢了，我现在就要带走我的尬舞奖杯。很抱歉，海丁纳市长，我们要等到比赛都结束了才会有颁奖典礼。是吧？你有你的行程表，我也有我的。啊！嘿，我好像修好了。哇，莱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控制杆坏掉了，要重新启动喷射器。可是我们现在朝海湾去了。机器狗，立刻飞到舞池上方，把钩索放下来。狗狗们，把钩子扣到平台上。火灰，关掉喷射器。知道了，关掉喷射器。哇哦！哦！耶！冠军奖杯要颁给汪汪队，他们在舞台上、舞台下的动作都是最棒的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不客气，要是下次你的舞池又想要摇滚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有一只机械鲨鱼把波特先生给吞掉了，现在他在失控乱冲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包在我身上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波特先生，你在里面还好吗？没事，丹尼也在这里，感觉有一点拥挤。走，大胆跟丹尼了，和林宝宝也在。可是放心，会救你们出来的。阿奇，那里应该是个好地点。太棒了，汪汪子。不好了，马超利太太！吃苹果。莱德，我们要怎么拦住那只巨大的金属鱼？我想到了，天天，你能带上小丽的电磁铁吗？我需要你来个飞天钓鱼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停下来了！哇！灰灰，我们需要柔软有弹性的东西，快！柔软有弹性，马上就来。好了，一个一个跳下来。哇！啊哈！好哎！要是你又被陆地鲨吞进肚子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海丁娜市长拿走可以在水上行走的鞋子，现在往海龟岛前进了。可是海龟岛四周都是危险的岩石，他可能会受伤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。我要你用工程车搬开岩石，让我们登上小岛。小丽往前冲。好了，海洋巡逻队要出动喽！哦，我看到了，有陆地！哇！哦！哎，这鞋子脱不下来呀！哎呀，不脱了，先来宣誓主权。我现在宣布，这座岛是超时无敌岛。回来，你这个偷旗子的坏蛋！我的岛上有洞，哼，我可没批准挖洞啊！离开的时候，我再把岩石放回去。好主意，小丽，我们一点也不想改变海龟的栖地。现在海蒂娜市长在哪里？救命啊！在那边！快来，狗狗们！这里看起来像是海龟产卵的洞。糟糕，海龟妈妈不会喜欢海蒂娜市长在她的窝里面的。小丽，用你的吊爪。知道了。
你撑住，市长，我们会救你出来。哦，快抓住，市长！完蛋，那个庞然大物不喜欢市长，快救我出去！谢谢你们把我拉出来，汪汪队，跟那只大海龟在一起真是烂透了。不客气，市长，要是你又深陷困境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农夫艾尔、农夫尤美跟一些游客搭上了失控的游览车，车上的方向盘坏了。糟糕了！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方向盘重新装回去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吊起灰灰，让他从天窗进入巴士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看，是汪汪队来了。好了吗，灰灰？好了，带我上去，天天。等等。天天，莱德，我进来了。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只要把方向盘放回原位，锁紧就好。不要！不！坏消息，莱德，方向盘沉到海湾底部了，而且我找不到刹车。莱德，游览车往河那边开过去了。莱德，吊桥往上升起来，我们没办法停车。机器狗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汪汪巡逻车开到吊桥来。我们要挡住它吗？不是，我们要背着它走。谢了，汪汪队，你救了我们，才能结束这最疯狂的旅游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的游览车失控乱冲，就大声呼救。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艾尔、尤美跟贝迪娜在回家的路上被困在吊桥的最上面，可是吊桥却卡住了。阿奇，我要你用绞盘拉住卡车，不要让它滑下来掉进河里。毛毛，你用梯子把钢索扣在农夫艾尔的车上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桥修好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动作真快，灰灰，齿轮看起来是正确的尺寸，可是轮齿的数目不对。可以了，阿奇，把绞盘收紧一点，大小正好，齿数也正确。吉伦扳手，哇哇！灰灰，还要多久？我还需要几分钟。我来呼叫支援。天天，我需要你空运贝婷娜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阿奇，用网子缓和它落地的冲击。可是它会落在桥的另外一边。灰灰，你来操作绞盘。阿奇，我用越野车送你过去。小心点，莱德，桥上还是有个很大的缝隙。网子，没有噪音了。灰灰，为了帮助农夫艾尔下来，收起绞盘，同时一边后退。知道了，莱德。谢谢你们把我们从桥上救下来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麻烦就猫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有人拿走农夫尤美的美味蜂蜜，还有蜂巢。整个蜂巢吗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拿走蜂蜜的人也弄坏了围栏，尤美的动物都在农场里乱跑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我要你用夜视工具跟无人机找到蜂蜜还有蜂巢。还有灰灰，我们赶动物的时候你用工具修好围栏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灰灰，阿
起赶动物的时候，我们把围栏修好吧。马上去。还好我有围栏的横木。红鹰鸡，狗狗，小猪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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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牛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哦，做得好，狗狗们，现在去追踪蜂蜜跟蜂巢吧。我的基地都被蜜蜂霸占了。蜜蜂好像很喜欢韩蒂娜训长帽子上的花，他们在收集花蜜，蜜蜂用花蜜酿出蜂蜜。我知道找谁帮忙。嗨，莱德，怎么啦？天天，我要你引蜜蜂离开韩蒂娜市长的基地。好，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哦，蜜蜂，我有很棒的花友，慢慢的画你。带他们去农夫尤美那里吧。收到。蜜蜂回去蜂巢酿更多蜂蜜了，甜呢。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蜂蜜、蜂巢，还有我的蜜蜂。只要你遇到问题，就喔呼救。嗨，猪猪，出了什么事？莱德，马乔琳太太跟梅娜困在行动图书车上，车子沿着山景路失控的冲下山了。我们马上到，没有太快的图书车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阿奇，开到行动图书车前，监控前面的路。真是好险哦！嘿，莱德，看到你太高兴了。靠近一点，然后发射钩爪。钩爪发射。天天，现在换你了。好像有人在煮茶呢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车子在动。马乔丽太太，你快点套上吊具。梅娜，我们会救梅娜跟书的。谢谢莱德。糟糕，我叫狗狗来帮忙。灰灰、小丽，到山景路跟我们汇合。莱德，有火车快速接近中。天天，用你的钩子让图书车慢下来。钩到了，自动驾驶。Hello， 梅娜，该系安全带喽。刹车失灵了，我来试试看手刹车。啊，这下不妙了。灰灰、小丽，我需要斜坡。嘿，我敢说可以用那些铁条。快点，火车就快到了。成功了。韩丁娜市长开着船撞上了冰山，要靠我们在船沉没以前修好它，古威市长跟其他人才能坐船回家。救命啊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、绿色代表走，还有猪猪。不管冰或雪，有我就能解决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好，我们把船带过来。好了，猪猪，我们把汪汪巡逻车跟船接在一起。瞄得真准，猪猪，把它拉上岸吧。行了，机器狗。好嘞！等我们补好，这艘船的状况就会好多了。很好，那韩丁娜市长就能开船带大家回冒险湾了。等等，韩丁娜市长在哪里？说到这个。是山洞，我敢说宝藏就在里面。等等，韩丁娜市长，小心，你将会引起雪崩的。好，差那么一点点就能拿到了。完成，应该没问题，你们可以出航了。
莱德，谢谢你没有把我们丢在雪地。不客气，要是你又遇上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玉米已经可以采收了。哎呦，咕咕鸡吃得很开心的。这是什么？叫自动采收机，它可以马上把玉米都采完。这样采收真是棒极了。不知道自动采收机能不能采收其他作物，我们可以省很多时间呢。可以，它可以采豌豆跟大头菜。哦，咕咕鸡最喜欢大头菜了。哎呦，我可爱的包包鸡跑去哪里了？撒撒采收机是怎么回事？它失去控制了，而且我到处都找不到咕咕鸡。我该打给汪汪队了。天天有没有找到咕咕鸡？还没有，莱德，我会继续找。哇哦！看得出来自动采收机哪里有问题吗？灰灰啊，好消息！我找到咕咕鸡了，坏消息，它在自动采收机里。天天找到咕咕鸡了，它在自动采收机里。马上去。爪子，给你咕咕鸡，抓住。哦，自动采收机要去哪里？走吧，咕咕鸡。我知道有个人看到你一定很开心。哦，他在这里，市长，平安无事。天天，谢谢你，你最棒了。嗨，阿宝船长，你跟迪迪奶奶出去还好玩吗？不太好，莱德，他被坏坏的海豚带到外海去了。哇哦，他真的离岸边很远呢。但是你放心，没有太快的海豚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好哎，海豚，你不打算带我回去比目鱼号对吗？别担心，迪迪奶奶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哦，你们真是太好了。阿奇，路马，发射！阿奇。海豚在哪里呢？嗨，狗狗们！他在那里，兄弟。好了，海豚先生，我们回去吧。哦哦哦哦、奶奶，他没有办法抓紧。阿奇，该发射鱿鱼竿喽。遵命。发射器。鱿鱼竿去喽。射得好，阿奇。好了，路马，跟在海豚旁边，免得奶奶滑下水。知道了。刚才是骑海豚，现在是潜艇冲浪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韩丁娜市长的一只小猫咪困在树上。我想应该是小猫咪没错，总之要靠我们救它下来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，我要你用梯子上去救小猫咪。准备进行汪汪救援了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快点，汪汪队，我的小美人还困在上面。放心吧，海蒂娜市长，我跟狗狗们会救下你的。那是你的胡子吗？当然是我的胡子了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啊！没关系，市长，我们会搞定。哇哦，雅丽，你画的比真的胡子好。啊！我得自己去救我的胡子。
这一次我不会让你跑掉。哦，可恶，用画的我就没办法捻胡子了。海蒂娜市长，等等。太好了，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我拿回我的小美。快点，走这边。嘘，你出来了，你没事了。我没事，可是我的胡子还在里面。我们还没放弃，灰灰。知道了。我的胡子，哦，我真是太想你了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咕咕鸡跟鲁斯蒂欧骑着丹尼的平衡车到处乱跑。好了，鲁斯蒂欧，我们要阻止他们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包在我身上，还有天天、啊、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！拜托，救救我们的鸡！交给我们吧。天天，发现什么了吗？啊，望远镜，我看到了莱德。车上出了什么事，莱德？我们在追一些鸡，他们在这里，我们结案了。他们又跑掉了，还没有结案。我跟着他们呢，无人机在乱飞，我抓不到。现在他往水那边过去了。露马，我要你展开迅速的海上救援，还要请你顺便带一个特别的东西来。预备，就位，跳下水。抓紧了，兄弟们，救援马上到。玉米救生圈。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咕咕鸡，还有我更宝贝的鲁斯蒂欧。要是你又遇到麻烦，就咕咕咕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还换好跳伞装备了。那些是飞行员装。阿宝船长跟法兰索瓦被困在龙龙山顶岛上一个山洞的猛树，洞里还有一只老虎。这次的任务我会需要天天，我让你驾驶终极直升机。身为我们的专业飞行员，你要带领团队。终极狗狗要飞上天喽！火山口在那里，龙龙山顶肯定是古老的火山，没有错。预备，稳住，飞天狗出发了！是虎妈妈和虎宝宝。那个，因为虎宝宝钻进了我们的背包，虎妈妈就跟着过来了。哎，一会儿再解释。救命！不要着急，虎妈妈，你的宝宝不会有事的。你好啊，小可爱。准备升空了吗？哦，你是最可爱的副驾驶。到了，小可爱，平安无事，你妈妈很快就会出来。他们应该在我们后面的。天天，我们这里有状况。没有太大的火山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有谁要搭便车吗？上来吧。救援，天天，不管多难，狗狗该做的就一定要做。快看，我是违禁海盗！哈哈哈，我看不见了，完蛋，乱七八糟的。我们整理干净，迷你巡逻队。嘿，乌龟去哪了？哦，它在那里。
里。乌龟，别走！大家快起来，乌龟它跑得超快的，要是它迷路就糟了。迷你巡逻队要出动了。我很确定乌龟走的方向是那边。啊，这个不是乌龟，是放在美术馆的碗。没想到它会走路。哦，是只小老鼠了，也就是说乌龟可能还在美术馆里。嗯，美术馆在哪里呀？亚丽，亚丽，哇，只好打给汪汪队了。阿奇，有没有看到什么？嗯，还没有耶，莱德。把你的灯打开，也许亚丽会看到。手电筒，亚丽，亚丽，各位，有人来找我们了。我觉得是汪汪队来了，我们在这里。阿奇，用灯照照那边。啊，他们看不到我们，但是一定会看到这个。我们在这里了。那是亚丽，找到他了。我们走。抱歉，莱德，我没说一声就跑掉了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一个人在晚上跑出去了。嘿，周周，什么声音啊？没事的，雅丽，只是猫头鹰在叫。有怪声音。怎么你们两个还不睡啊？有个可怕的声音，好像是从池塘传来的。那会不会是青蛙池塘的幽灵？我们最好去查看一下。那一定就是爷爷故事里说的幽灵。亚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幽灵。哇，是青蛙池塘的幽灵啊！但是我们最好打给汪汪队。汪汪队来了，他们会找到幽灵。滚！放心吧，交给我们。猪猪，你去搜索树林，阿奇跟我到池塘去。没问题，莱德。找到幽灵了吗？对啊，手电筒。那些恐怖的声音不是幽灵，那是大青蛙的叫声。是牛蛙，但这个池塘没有牛蛙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韩丁纳市长。你带着那些牛蛙做什么啊，市长？那个，我这次也是来散步的，所以哦，好了，他们的叫声害我晚上睡不着，所以我把他们送来这里。难怪我认不出他们的声音，他们住在卧底室。我们要把他们送回去。我开车送他们回卧底室，市长，我们可以一起走。哦，那这一路上他们一定会很吵的。等我们把气球吹好，就可以准备吃大餐。怎么会？谁把餐点撞倒的？你看，市长公公，有火鸡在飞。什么？再打给汪汪队了。嗨，古威市长。莱德，咕咕鸡现在很生气，而且跳跳火鸡也飞走了。你说飞走了？我看到了，我还看到别的，那是韩丁纳市长的小猫咪。交给我们吧，没有太高的跳跳火鸡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莱德，我快飞到火鸡那里了。太棒了，我们在你后面，天天。我在跳跳火鸡的底座看到一个圆环，我可以用钩子勾住，把跳跳火鸡带回地上。太好了，我们先救小猫咪，再救跳跳火鸡。阿奇，先架好网子。网子。莱德，你看，还不要用钩子，天天，上面还有小猫咪。现在去追飘走的火鸡，钩子。
走吧，我们可不想错过晚餐。莱德，我想要谢谢你救了我的小猫咪们。不客气，下次你又坐在大火机里飘走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虎威市长跟农夫艾尔去跳伞，风把他们吹到一个岩棚上。哇，看起来很危险啊！更糟糕的是，附近还有一头山狮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。啊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我还需要派特务阿奇，包在特务阿奇的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看到那个，我就不害怕了。哦，来吧，咕咕鸡。哦，天哪，咕咕鸡！救到您了，小小鸡。啊！谢谢你，天天。我马上回来接你，古威市长。一只山狮就要爬到古威市长那里了，我们必须尽快带他离开。滑索，扩音机。古威市长，你用滑索离开岩棚。我真的是个女冒险家哎，可是我没勇敢到可以挑战山狮。古威市长，你在做什么？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。哇！小小的山狮宝宝好可爱。莱德，我们得救市长下来。毛毛，我们需要你到山上来。马上到。五位市长，抓住梯子的顶端。哦，拜托别玩了，你会弄伤自己的，小猫咪。我们送这个宝宝回去找妈咪吧。做得好，毛毛。对呀，毛毛非常勇敢，就像那些可爱的山狮宝宝。但我是标准的小鸡迷，亲爱的，快过来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